你过来让我看看，啊，真弱！为什么队伍里没有黑暗游侠呢？算了，硬着头皮上吧。 我们在菲拉斯沿岸的某座岛屿发现艾泽莱金岩，你们的职责就是为黑暗女王拿回资源。你们的任务很简单，就是收集所有的艾泽莱金岩，一点都不能留给联盟。我相信这应该很好懂。下面有艾泽莱金岩为大酋长拿下吧。 要是联盟的家伙碍事，就把他们变成尸体！快去！我需要再靠近你。 需要的话，赶快去拿补给品，但千万别忘了女妖之王要的东西。 第一次就能收集到这些已经不错了，但是还不够。 有需要的话，赶快去拿补给品，但千万别忘了女妖之王要的东西。该死！
又出现艾泽来金岩了，查看地图，占领那些区域。先找到目标。只差一点了，不要松懈，收集艾泽来金岩。